林柏宏日前出席品牌活动时接受了媒体访问，期间被问及一起拍摄《鬼家人》的演员王静遭到网友质疑走后门的看法。对此林柏宏表示，王静的表演能力很强，而且常常化身气氛组带动现场的气氛。他也透露自己时常会传讯息或者当面夸对方，希望王静不要把这些网络谣言太过放在心上。在拍片现场啊，或是我每次看完他的作品，我都会传讯息给他，我都觉得他真的很棒，不管是演技啊，或是整个人的气氛，跟他工作的时候，对啊，我觉得他实力是有目共睹的。至于自己是否有过被网友质疑的经验，林柏宏则表示没有，他比较在意网友们对他演技的看法，如果真的表现得不好，自己会虚心改过。至于《鬼家人》代表台湾参赛奥斯卡奖一事，林柏宏坦言对此感到很兴奋，非常期望电影中的笑点可以打动其他国家的观众，同时也很好奇国外的评审们是否能明白电影中的台湾民俗文化。Bye.